因为官司拍输，中兴新村的德兴球场土地所有权将地主收回。在今仔日定期会中质询当中，一向关心馆内垒球体育活动的议员尤宏达，是特别来替学生球员来向馆长李兆庆请命。中兴这个德兴棒球场这已经向消防部署这边修整了吼，半年来已经都在设置平台。啊，那我们咱家的选手，咱家的学生吼，这个宿舍的住户，我咧想讲，我咧建议就是咱这个中兴国中内底这个老师宿舍，伫咱大门就多平的这个老师的宿舍拢有咧搬，是咪当讲来甲咱这个学校吼来协调一下，看有咱家的学生啊来住伫遐。啊，继续看来各位练球拢安尼，会当较方便的咱。这个建议真好啦，因为即摆迄个地量要拓着个吼，啊，暂时还没要回去，要回去前咱个新量需要个过期吼，啊，咱找个所在先好用。这个我们家住在在学校这个地方。建国旗，地主收地人，伊讲无人在做主的，这根本就无在那个做啦。所以讲，咱就是拆墙了，就下面啊，恢复原状，对不对？所以咱这物件会用，咱留起，因为买砖厂，啊，你刚才讲的是讲做好了，下一年，哦，咱就继续好了，不能一年，我新的气候在搬过，我大概在开会了嘛。这个啊，就是安尼，反正你讲安尼会使，你拆墙就对了。咱这个中心学堂内底老师的宿舍，哦，这囡仔先来住，安尼后有一个规。另外，会中议员廖基贤、尤宏达也针对老人坐车补助以及馆内教育伊申请名额受阻的问题，来要求馆府社会处一定要赶紧想办法来帮助这些弱势家庭。要跟真正空中忍者的问题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数据哦，他是常常变来变去啊。对啊，你就是要一个关心的教育家，这是最重视的呢。类似这种的，咱每当过来增加设置吗？我跟议员报告，因为现在这个量啊，它一直在暴增啊。其实你说增设，是暴增叫需求代替。其实啊，增设一所或两所，就算我们现在不来办，其实也是供不应求。我们现在是尽量鼓励民间啊，他们能够过来投资，来经营这种养护的护理机构。这些是大人，伊就是用足艰苦来看工厂，反正有无工厂来看，为着干呐看下个囡仔，你知无？这个我了解。你讲唔知影，真侪鬼个，都爱将鬼食落来帮人，对无？我跟你也报告，这个部分我们尽量来努力。会中机关廖基贤也再度督促县府观光处要认真来规划中寮乡的观光发展计划，并迅速来进行建设，用心发扬中寮乡真优良的观光资源。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